是。那再来就是今天的确，就像耀宗所说的，防守端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些啊，没有克拉索。马悟空三个打两个，来看一下林书豪选择在三分线外停下来投一个三分球，就是林书豪。林书豪接，哇哦！中间对抗之后来个中距离，个人是连拿五分。前一场钢铁人在客，其实磊哥刚才讲到今年的新人，感觉整体表现是比较平均清楚，而且该有自信的时候必须要展现出来。林书豪持球，这边最后再给到田敏，篮底下这是一个双手扣篮。林书豪接球后往里面给田敏，这边翻身拿四秒钟的时间。这边是一个高难度的出手，把这个炸弹给拆掉，拨了一下，前面超级成功，给到林书豪的快攻，端右手端篮，完全已经预测到，而且引到前面陈佑伟的快攻得分。林书豪后卫的串联，来看一下林书豪的超级成，孙毅真的越打越好。林书豪撑到最后快攻打进两分，还有五分多钟。林书豪到篮底下，这个右手抛。林书豪带球后的出手，而且要到半。钢铁把速度带起来，林书豪弯弯机会，这边吃到了肖顺义，在第四节再打一个 N1。哇，这个是完全靠着脚步哦，踩过了防守者，明显的改变。林书豪这个停在心脏地带的抛投，知道现在时间是工程师最大的敌人。哇，这个后撤，然后这个球又给你投进。林书豪得分超过30大关，32分，这个三分球可能也会是决定比赛的关键一击。哦，这个是不是当年暴龙队的一个即视感啊？把整个空间拉开，哦，最后自己来投一个三分。